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新出291灵神木灵神链，曲阜孔庙新出一条出灵291点的神链，号主是个女角色，并且同时拥有青发瓷和九尾冰符，这一波逆袭直接原地起飞。二新出294出灵魔王神链，无独有偶，在庐山圣境服务器同样炸出了一条294出灵的魔王神链，号主本身就是个 PK 号，各种底子都是全满，同时还拥有青花瓷和深海黄沙祥瑞。兄弟们，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大量极品装备和灵饰，梦幻的极品装备是不是开闸了？三，龙哥70万仙玉进雪山，以水雪山潘总团队的法系龙哥，直接花了70万仙玉拿下了进雪山的头等舱，实在是有钱任性啊！龙哥390神炼法系的强势加盟，让菠萝打起伏战选拔来，也是更加的得心应手。四，天哥狂运超级兽诀，西栅老街伏战队的领军人天哥，在各个区买入了大量的超级兽诀。昨日他在其中一个区，就一次性运了5本超级兽诀。西栅老街在天哥的带领之下，正在强势崛起当中。